我的创作理念是：老人们在南机场生活，在南机场留下岁月，用笑容写下故事。所以我把整体的色调变成黄色，做出老照片的感觉。虽然南机场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遗忘繁华的地方，但在那的老人们还是充满笑容，因为他们觉得南机场是自己的家，而且享受在南机场的生活。我想把这些笑容记录下来，让大家看到笑容中南机场的故事。